我们先离近佛陀。南无达萨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萨。南无达萨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萨。Namo dasa bhagavato arahato sama sambuddhasa 礼敬那位巴嘎瓦阿拉罕正自觉者。各位阿弥陀佛，今天我们就来回答大家所提出的问题。所提出的问题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呢是用纸条写上来，另外一种呢可以举手，有准备那个麦哦，好，这里我们先回答写上就递上来的问题啊。第一条啊，班爹，朋友有钱财上的问题，一而再的寻求帮助，并且说我身为一个佛教徒，不会见死不救，可是我一直起烦恼，因为是不情愿的帮助。请问这样的烦恼也是不善业吗？对这个问题呢，我想再引用维萨卡。当年维萨卡是佛陀在世的时候一位很得力的大施主，女施主，他在七岁的时候就证得了出果，后来在他十六岁的时候嫁人的时候，他的爷爷就给他几个忠告，其中有一个忠告呢，就包括了，如果有一个人你借他的钱之后不还，这种人就不要再借钱。那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去用这个例子来解释，对你的朋友你是不是想要帮助他，你可以从几个方面去考量。第一，看你自己是不是有能力，如果你自己都没有能力，或者说自己现在的经济有困难，那你可以再考虑一下你是不是愿意帮助他。第二呢，你有这个考虑对方他是不是一个诚实的人，他是不是一个讲信用的人。如果对方他不讲信用，什么东西都是有借无还，那么这种人呢就我们就照那个维萨卡的例子去。当然呢，如果说对方又是个有讲信用的人，你又是有能力，同时对方确实是有困难，他很急用，那如果你不借或者说你不去帮助他同时呢也是起烦恼，那烦恼当然也是不善业的因为你为这个而困扰嘛。Bande, please explain the four kinds of nutriment food. Nutriment food. One is edible food. Second is contact. Third is mental evolution. Four is consciousness. Thank you. 就意思是尊者请解释四种食。第一是叫团食，第二是畜食，第三是丝食，第四是食食。请问这四种食如何应用在日常生活上？食，佛陀解释有四种食，一般我们讲到的食物多数还是指
团食，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讲到的可以吃的物质上的食物。物质上的食物是，包括我们现在所吃的，饭啊、面啊、肉啊、水果啊、菜呀、瓜啊、豆啊、薯啊、番薯啊等这些，也包括一些药品，反正就是可以充饥的、吃的会饱的这种的，是物质方面的食物。第二种是促食，这里的食它因为有滋养的意思，有滋养、有维持的意思，所以呢，我们平时是通过眼、耳、鼻、舌、身、意跟外界接触，我们是依赖这些东西去滋养，民法去滋养。我们的叫精神，我们的意识，还有另外呢是第三种是思识，思识就是一个人的意志行为，一个人的动机，通过一个动机去支持我们的生活，和特别是去支持民法，因为不管我们是有身体上的任何的行为行动。有语言上的任何的话语，它必须得都有思，有这种思，它才能够支撑，我们讲到的语言的表达身体方面的表达所以呢，这种思它作为一种支持，滋养民法，它也称为食。第四种呢是心，或者说称为食，就是意识，意识它。能够滋养所有的民法，在这四种识当中，前面第一种是属于设法，由于任何的设法，它必须得要依靠实住，所以佛陀说一切有情皆依实住，所有的有生命的，它必须得要有就食物去滋养。我们再看它任何的释法，包括一个刚刚进入母胎的婴儿他都必须得要有母亲的营养，去慢慢滋养他，他才能够不断不断的成长，不断不断的长大。然后一出生了之后呢，他就要吃要喝奶等他慢慢的成长。哪怕是鸡呀，等它在鱼在鱼呀，等它在母胎的腹中，它也是要有营养的滋养。我们现在几乎所有的生活，我们都是为了叫糊口倔强是不是？就把生活就叫倔强，就叫找食其实就是说，为了要维持这个生活，为了维持这身体不断的。能够继续下去，他必须得有饮食，甚至连修行都好，都离不开食物。所以在我们每一餐用餐的时候都会醒思，又醒思的就亚巴那亚比辛苏巴拉提阿布拉玛扎里亚努卡哈呀，为了维持这个身体能够伫立，不受饥饿的伤害，能够保持。保持梵行的生活，能够继续下去。Yatra ca me pavisati anavacita ca pasu viharo jati 这样我们能够维持生活，没有过失，继续活下去。所以这里对于物质方面的食来说，它必须得要有这物质的食去滋养，去维持我们的身体。那对于民法来说，对于心理，我们说到的，心来说呢，它必须得有接触，比如你现在，你回到家里面，你什么电视也不看，音乐也不听你说就久了你就会觉得很烦躁，心就要去找，心去找什么东西接触，我们一睁开眼睛，我们的触就在滋养着民法。眼处，处有六种：眼处、耳处、鼻处、舌处、身处和意处。我们就是通过处，
让心和外界沟通连接。心它的运作就是不断的靠这些东西来认识，来接触外在的世界。所以触它作为一种滋养，称为触识，这个滋养明法。甚至我们可以说学习有句话叫活到老学到老，其实这个也是最初形式的一种触，然后再通过这些不断的去吸收外在的各种的信息，能够滋养明法。还有思，思就是意志行为，有任何动机的行为。每个人他会通过一定的动作，一定的语言来去对外在的世界，来去对自己和对周边有所行动或有所反应。通过思去维持滋养明法。思它可以表现在语言上，表现在行为上，甚至说纯粹的心理活动它都有思。而且思呢，它是造业的主因。我每天都要造业甚至现在坐在那边有时候都胡思乱想这些它都是思的运作。由于思它能够维持明法。还有呢是识，或者称为心。所有的明法它都是以心来带头的。我们把明法分为两种，一种是心，一种是心所。心有时候有像王一样心王然后心所呢就好像子民，好像臣民一样也就是说任何的一个团体，一个组织，包括一个国家，它都要有一个头一个国家要有元首，要有总统或者说国王一个公司要有董事长一个部门它要有经理一个家要有家长。那我们说的民法它要有心，民法的头领头的人就是心。由于这种心它能够维持民法继续能够存在下去，就像一个家要有家长，一个国家要有元首，这样维持下去。所以这种称为实实，实就是心实的意思。所以以滋养之意称为实。那么我们的生活，一切众生他要靠食物来滋养身体，他要靠接触，就这里的接触它是叫做帕萨，巴黎叫帕萨来维持民法，要依靠Jadana 依靠思，就依靠行为动机来维持民法，要依靠心识来去维持民法。所以呢就有一至四种它是能够滋养民事法，所以称为识。下面的问题是班爹，请问如果没有定力，如何用观想修世界分别观，增强我们修观智的智慧？修世界差别呢可以这么样，修世界差别它并不是靠观想，而是靠辨识 discern 没有定力也是可以修世界差别的。世界差别它有一个特别的好处，它就是它既属于修定又是属于修观。而且呢你可以其他的修定的方法，其他职业处你可以不修，但是你只要你要修 Vipassana 你必须得要修世界差别。所以呢不管你四禅八定你修得很厉害都好，你一旦要修观你还是要先修世界差别。但是你说我如果没有定力我可不可以修世界差别？可以。
修世界差别本身可以提升天地，所以在清净之道里面，他又把世界差别观归为四十种直接处，就四十种培养定力的方法。而且呢，世界差别，它不用靠观想，你只要我们的心回到身体上，你去注意身体的任何的动作，包括手啊、方向啊、走路啊、呼吸，随着呼吸，身体的膨胀收缩，这些都是风界的特象。然后身体的硬啊，身体的软啊，身体的粗啊，身体的滑啊，这些都是属于世界当中的特象。所以呢，我们可以通过修世界差别来培养定力啊，但是呢，我们也可以通过修世界差别来培养智慧。雷迪希亚多在三十七菩提分手册里面就很强调，一个禅修者他如果想要积累明的种子，就积累智慧的资粮的话呢，他一定要修世界差别。哪怕他今生如果没有能力修到比巴萨那，还没有建立强流力的比巴萨那，但至少他要先修世界差别。有了世界差别，这个是智慧的基础。因此修世界差别，他即使没有定力也是可以修，而且也可以增强观智，可以培养初级的观智。怎样让自己的心更加柔软听话，面对任何事情都不会那么紧张，这个跟第三个，如果是初学者如何散播慈爱给自己和别人呢？我们可以这样说，第二条，任何的善法都含有心的柔软性。身心的柔软性在心所里面，它是属于美心所。美心所就是在一切的美心，在一切的善心里面，它都有这种心所，只不过是强不强、明显不明显而已。要培养心的柔软，很好的方法呢是可以去培养慈爱，散播慈爱。散播慈爱可以让心柔软起来。还有另外呢可以多去做恭敬啊、服务啊，这些也可以让心柔软起来。还有另外呢是哪怕多去听闻佛法去持戒，这些都可以让心柔软起来。一切的善法，只要我们投入善法，就可以让心柔软起来。但我们再反过来看，心柔软的对立面是什么？心的僵硬。心为什么会僵硬呢？心很紧，心硬邦邦的，说话都带刺，做人也是去到哪里就跟哪里的人不好，就跟哪里的关系不合，这个就是性格太硬。同时呢，性格太硬的人，他做任何事情都容易紧张然后做事情有时候成事不足坏事有余帮忙就帮倒忙，有时候为什么？因为心不听话心太硬。那为什么会心太硬呢？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太强自我太强自私的人心很硬，傲慢的人心很硬嗔心强的人心也很硬就嗔心就是脾气大的人也是心很硬。那所以如果我们知道这些东西，我们就从它的反方向去发展，去培养心的素质。例如嗔心大，我们培养慈心慢心大，我们培养恭敬妒忌心强，我们培养随喜都是从它的反方向去培养例如说一个人如果是太过自私的话，我们除了培养慈心的话，多点去就理解他人，包容他人，
去体谅他人、啊、用这些方法、啊、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什么东西都是往自我去想，什么东西都往自己想，看自己的得失、啊、自己的利益，那么心就变成斤斤计较、啊、由于心斤斤计较，那心他就肯定对很小的事情都变得很紧了、啊、抓得很紧了、啊、所以、任何东西其实就是心的抓取，对自己的抓取，它、才变得就放不开、啊、在这里就、有些人抓猴子啊，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有些人抓猴子就是这么样，他就把一个椰子壳啊固定在树上，然后里面放一些花生。那猴子呢，他就看到了，他就去拿花生一吃啊，花生很好吃，然后他就想抓的更多，然后就手一伸进去，正好那个椰子壳，他就正好可以把手伸进去，然后他拿着花生，一拿着花生，他就拔不出来。然后当那个抓猴子人来到的时候，那个猴子他又不肯放他的手，他又在那边跳啊，想要逃走。那由于猴子的特性就是他有东西抓住了之后呢，他就不肯放了，他就想这个是我的，然后就一直被人乖乖的被人抓住了、啊、我们的心其实我们做人比猴子聪明不了多少啊，又抓紧自己啊，我的这个是我的，这是我的钱啊，我的什么东西、啊、那就这样啊，就被魔鬼抓住了啊，被贪欲抓住了，被烦恼抓住了啊。为什么呢？其实很多东西就是因为不肯放下啊。作为初学者来说，要想要散播慈爱呢，其实就先对自己散播慈爱很重要的是要体会到那一份快乐。如果自己连散播慈爱给自己都不能够体会到快乐，那证明说心真的是平时很乱或者很硬。那应该要怎么样先对自己散播慈爱呢？我们可以说每个人都有快乐的回忆，我们每个人都有开心的时候，哪怕现在你是说我生活在地狱当中也好，我生活在黑暗当中也好，但是每个人还是会有快乐的回忆。那你就取你很快乐的时候，把你的心投向快乐的时候，然后呢再说哎，愿我啊很快乐，就像那个时候那么快乐。如果你可以感觉到自己的心慢慢的快乐起来啊，你去体会一下，体验一下自己的心慢慢快乐起来的时候，你的心就变得舒服了啊，你的心变得就没有感觉好像里面就很紊乱很乱样。可以体会到自己的快乐之后，慢慢再培养到了你不用刻意去培养，你的心都可以很快乐了，很开心了。你在对他人，而且对别人你也是对你最好的人啊，最亲爱的人啊。当然呢，如果是你太粘着的人，这个也不应该啊。比如说你很紧张某一个人，那这个时候不适合啊，你就是对于你最好是你恭敬的啊，你又有感情的同性去散播慈爱。因为这样的话你容易把你的心打开，一旦你对自己祝福自己，可以让自己快乐，你在对你恭敬的人，你要好的人啊去散播慈爱，你可以做到这么样，你的心就打开了、啊、一旦你的心把慈爱培养出来，就会变软变柔软啊。我们如果自己想对自己散播慈爱，自己想要让自己快乐都不行的话，证明心很硬。因为心都不听话，连自己都不听话，那你要想要做什么，是不是？所以如果你真的能够做到想让自己快乐就能够快乐啊，你至少你能够让自己听话、啊、让自己的心听话，然后呢再对其他的人散播慈爱，就学习把心打开，把你的爱送出去啊。请问当我们很生气的时候怎样散播慈爱？很生气的时候呢很难散播慈爱。
但是呢，你可以给自己浇浇冷水啊，把火熄灭了之后呢，有清凉了之后才什么事哎。很生气的时候，重要的是你的心要知道自己在生气，因为一旦生气的时候，我们的心就陷入了对象，而不清楚自己的状态。我们看所有的生气都是心陷入某一个对象，心陷入某一个情景啊，比如说某一个人啊，某一件事情啊，某一句话啊，某些行为，哎呀，我们的心就想着他啊，越想越生气，越想越生气。或者有时候看到某一个人啊，就火就来了啊，看到他做什么，他说什么，火就来了。为什么？因为心他抓起对象，陷入某个对象。当心陷入对象的时候，对自己是不清楚的。一旦你清楚，哎，你的心又陷入了对象，你抓起了对象，那你一清醒，你知道现在你在生气。一旦你知道自己在生气，你的心就回到你自己来，而不是抓取对象。那这样的话，生气它就会很快，就会下降。等到你已经心平气和了，或者说，你已经的心没有那么紧的抓住对方了，那个时候三波慈爱它才有效啊。如果心本身都已经处于很乱的状态，那你的三波慈爱它虽然有用，但是效果不好。就还是等到你的心稍微平静的，至少呢就不会愤愤不平，或者不会感到躁动、感到烦躁，那个时候三波慈爱就比较好。往生者多数念阿弥陀经、地藏经，请问师父可以读诵法句经吗？可以啊，当然可以读诵。请问尊者，随喜和羡慕有何差别啊？比如我很羡慕同学能修到禅那，是贪嗔心吗？在随喜他人的功德，是否一定要在之前或之后说啥都啥都啥都才有效？一时忘了随喜功德，过后才随喜有效吗？是否也要说出声？请尊者慈悲的解释。随喜跟羡慕，我们可以说羡慕，它很像随喜，但是只要这种羡慕它没有含妒忌，那就可以，它就属于随喜。比如说，你看到，别人修得很好，如果你取的是对方的成就，你取对方的成就，你的心感到欢喜，这个就随喜。不过呢，如果羡慕他弄不好，他会变成慢心，变成我慢。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太喜欢对比，然后一旦看到别人好，他的心如果放在别人的好而对别人的成就感到欢喜，就是随喜。如果他一对比，哎呀，我自己又不行了，哎呀，我什么时候才能够修到像他那一样啊？我为什么那么糟糕？我是不是没有慧根？我是不是没有善根啊？我是不是不是材料啊？不是禅修的料子？那如果是这么样的话，这是慢心，这种慢是悲慢，其实就是自卑心。所以呢，我们说羡慕，如果只是取对方的成就、对方的善行善业，我们感到高兴，这是随喜，这个是善行。但如果因为对比而去责怪自己、去抱怨自己，那就是属于慢心，慢心也是属于贪嗔心。有时候也会变成嗔跟心，例如说变成妒忌啊等等。在随喜他人功德的时候，在之前或之后，最好可以说洒脱啊。但说洒脱要真心说，如果你不真心说啊，你口上说洒脱洒脱，然后说完就嘿，希望他禅就快点掉啊，或者说希望那什么，那这样的话那没有用啊，那就是口是心非啊。
如果是真心，你不说也好。我们不一定说你一定要说沙通你才算呢，你不然的话就不算了，不能够这样说。心为对方感到高兴啊，就好像说，你见到回到家见到你老爸赚钱啊，你自己感到很高兴啊，或者见到自己的伴侣啊赚到钱，你很高兴，这种他也是一种随喜。这种随喜呢，就是因为他对方获得利，你不愿说啊，他赚到钱，你也说洒脱啊，不一定的，他也是属于随喜，所以随喜他就会在于心。如果由于心，你由衷的说出洒脱，那这样变成说你的心，你的思啊，他又通过语表，就是通过语言表达出来，他会更强，就好像发愿一样，发愿也同样啊。你说我的心里面默念我的愿，可以吗？可以。算不算？也算，但如果你把它说出来，它会更强。在随喜的时候呢，最好是正在做功德或者刚做完，因为那个时候你的心还投入在这种功德当中，所以当下你去随喜，它会更强。如果你现在想，哎，我10年前。哦，10年前，我在街上，我给1块钱给过乞丐。我现在说起来，我说啥都这样。那你想起来，现在那个记忆都已经很淡了。那你现在想起来，你的心强不强？肯定不强啊，是不是？所以越久的，因为越久啊，他要必须靠记忆的话，他心没那么强，没那么强。你说有没有效？有，但是他也同样的不强。所以做任何的事情，在当下做，特别是你那种心仍然还沉浸在做善事或者他人做善事，见到他人做善的喜悦当中，那个时候你说洒脱你随喜自己啊，你随喜他人呢，就很强。请问尊者，如何使自己在听佛法开示的时候不昏沉？教你一个办法，很容易的，你带一根针，带一根针过来，那就，如果你真的昏沉的话，你就捅捅自己的大腿啊，这样看你还敢不敢当然呢，听佛法的时候会昏沉，这有可能也是由于，第一是，自己太疲劳了或者说自己做工做得很累然后呢又赶到这边来，赶到这边来然后就很容易昏沉。第二呢，就是可能是佛法太枯燥了。听了之后我都不感兴趣你如果现在叫我去看通宵电影我通宵我都可以不会昏沉但是听佛法，哎呀，我可能一两分钟就昏沉了为什么？可能是比较枯燥 所以呢，最好，听佛法开示的时候呢，保持有一个好的心情，好的精神状态，这样的话它就不容易昏沉。第二，如何积累巴拉蜜，让自己解脱生死？巴拉蜜它不是，一下子积累的，它是一点一滴积累的。问这句话呢，你就等于说，如何让我，不断的赚钱来，成为富翁，成为有钱人，就一样的问题，不是说你突然现在天上掉下了一块大黄金你现在就变成富翁或者说突然你在你家里面想装修，然后一挖挖出一个金罐子出来 那现在要成为有钱的人或者说你要成功的又有个房子又有很多生活，你必须得要靠积累。所以巴拉蜜的意思其实就是积累的善业，善业积累，而且导向你最后解脱生死，最后证悟涅槃，就成为巴拉蜜。所以巴拉蜜它靠的是积累，是日积月累，
点点滴滴的积累，这才叫巴拉蜜。以上的想法是不是有点自私，只顾自己求解脱，不顾他人受苦？那如果你想要让他人不受苦，你首先自己不受苦才行。如果你自己没有能力受苦，那你就想要让他人受苦，这个也不现实。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帮助他人，我们首先自己要学到能力。你想，我们可以说，如果一个人他光有悲心，但是又没有能力的话，没有智慧的话，这种慈悲心会帮倒忙，甚至会害人。当你生病的时候，你最怕的那些热心人啊，不懂医药的啊，又拿这个给你，又或者帮你那个，那个时候你会很受苦哇。这样我要去看医生，他说这个好那个好，你不接受又不好，你接受又不好。有时候我们在学佛的过程中也是会遇到很多那些好心人啊。后来我们学习佛法，去听闻佛法之后，我们才有时候他们说的不一定是正确的，是对的，但是他太热心了，你也不好意思拒绝，是不是？所以最好的方法呢，就是自己先学好，自己先修好，然后再去帮助他人，就能够在有能力的前提之下，用你的慈悲心去帮助他人。所以呢，积累巴拉蜜，先让自己解脱，然后呢再让尽你自己的能力去让更多的人解脱。那我们要知道，即使佛陀都好，他都不可能帮一切众生的。如果说帮一切众生 的那个是不可能的事情，只能够说佛度有缘人。请问尊者，什么是心所？心所是 Jaydasika。它意思是属于心的，或者跟随是心的，是心所有的，称为心所。例如感受啊，思想啊，投入啊，接触啊，信念啊，追求啊，欢喜啊等，这些都是属于心所。心它本身只是能够认知，能够识别，但是后面那些各种各样的心理，它都是属于心所。心所一处在哪里？在无意识间，心所一处它是在心脏里面。如果能够修到禅那，有禅那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去辨识心所一处。那个时候你将会发现，心它是依靠心脏里面全部把王嘎就是意门那里产生的。如何培养对禅坐的日程？要培养对禅坐的日程，首先我们要提升精进。培养禅坐的日程，我们先要问自己，禅修我们要为什么要禅修？是不是因别人的禅修，还是说别人禅修自己不好意思的禅修？如果这样的话呢，很难培养出日程出来。我们做任何事情，如果明确它的目的，如果明确的目的我们去做，就更有方向性，这第一点。第二点呢，是我们要培养兴趣，有兴趣的事情我们就乐意去做，没有兴趣的事情你被别人拉去做，那这样的话他坚持不了，他也提不起日程，提不起日程。所以我们可以首先要了解修行的利益，修行的好处，然后再确立禅修的方向。定了方向之后，我们就朝着那个方向走，同时我们培养禅修的兴趣。培养禅修的兴趣，就是可以培养自己欢喜禅修，不要把禅坐当成作业，不要好像是被人压去做那样。如果你能够这样，你就能够培养起精进，有了精进就能够有日程。
如何发愿才能生生世世能做回人，更能皈依佛法僧，继续学佛？我想，如果真的要发这样的愿的话，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也许可以发愿，生生世世做人，这个有可能，但是不可能生生世世遇到佛法。佛法会灭的嘛，是不是？在漫长的轮回过程中，有佛法的时期，能够听到佛法声的时期，犹如电光一闪。所以任何的众生，哪怕是菩萨，他都不可能生生世世遇到佛法，是不是？菩萨他例如说我们的 Gotama 菩萨，他在漫长的积累巴拉蜜的这个四个不可数以及十万大劫这么漫长的时间当中，听说他只出过九次家，应该说他只有九次在佛陀的教法当中出家，其他的时候也经常出家，但是他都没有办法在佛陀教法当中出家，因为没有佛法嘛。所以如果既想要发愿做人，又想要生生世世遇到佛法，那是很难。我们只能够说，如果有佛法，那个时候我们是能够投身无缘，那就很好。但是想要发愿做人，还必须得要有很强的做人的善业。不过呢，这种愿可能会有点难啊，因为菩萨他发愿成佛，同时也被佛陀受记了，他都佛陀都不敢保证你从现在到你以后成佛，你肯定是人或天人。那他还经常会堕落恶趣，投身为动物啊，有时候成为猴子啊，就会成为大象，成为孔雀啊，成为狮子啊等等。菩萨都是这么样，那我们的福德没远远比不上菩萨，我们想要生生世世投身为人，而且遇到佛法。那所以我们现在只能够说，最好是早日断除烦恼啊，早日能够解脱轮回，这样的话比较好啊。要不然的话呢，就倒不如就发现早日叫什么，就遇到佛陀，然后被佛陀受记，然后成为真正的菩萨，这个也是很不错的。昨天听闻尊者开示的沙门果经谈到国王被割脚死了之后升天做天人，因为国王是出国圣旨，请问南传与北山所说的出国所断的烦恼是一样的吗？其实都一样的啊，所断的烦恼，出国圣旨所断的烦恼都是第一是有身见啊，或者是对自我、对我、对身心所执取为我的邪见；第二呢是接近起见，就是执着于错误的修行方法的这种邪见；第三是疑，就是怀疑三世啊，怀疑轮回啊。所以出国圣旨断的是这三种，南北传说所说的都一样。提婆达多因出佛身血破和合僧而堕无间地狱，那么请问提婆达多尊者还有机会证果吗？还有的，还有机会证果的啊。难道没有任何的善业让他想起并帮助尊者回想而转化吗？我们要知道德瓦达达为什么他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我们在讲课的时候只是讲到他今生的，但是德瓦达达之所以他会跟我们的佛陀作对，不仅只是这一生，这一生只是他最后一次叫针锋相对，最后一次成为冤家。但是在过去无数次他们都是冤家死对头啊，当然呢，我们的菩萨经常都是受害者啊，他经常都是被他欺负。
他们之间的这种恩怨呢，可以追溯到五个大劫以前。我们可以说 Devadatta 他一直以来很多事都是修行人，而且是大修行人，但是就是在五个大劫以前，他们两个都投身为货郎啊，就有时现在就有时候叫挨家挨户去收破烂那个人。当时的 Devadatta 他有一次就见到一个金碗啊，你是一个破落的家庭的一个金碗，因为这个破落的家庭只剩下奶奶跟他的孙女在那里，那个孙女她就想要装饰，她看到那个时候过节，她看到别人的小姑娘她有带的那些花啊，有带项链啊，她就很想要这些东西啊，但是她的家里已经破落了，没有钱了，她就吵着她的奶奶要这个东西，她没有，那就后来奶奶想起在他的后院里面还有一个金碗在哪里，所以他就拿去就给那个 Devadatta。 Devadatta 当时在收破烂，他看到这个金碗就他失火，这个好东西，但是他为了想压价，他说这个东西啊没有人要了、啊、他想把它压价压下去啊，想要捡到便宜货，其实这个是很昂贵的金碗，他就假装啊不要啊，就离开啊，离开，他认为说啊，那个老婆婆会，哎，你过来过来，我便宜的卖给你啊。结果那个老婆婆没有这样说。后来我们的菩萨那一世，他也是个货郎，就是收破烂的那种，就收那些一些家当啊，一些别人不要的。他一看到之后，哇，这个是个好东西啊，然后他把他身上所有的钱啊，跟那些值钱东西全部都给他。他说这个东西我现在所有的钱都不足以拿这个金碗、啊、那老婆知道、你是很老实啊，算了，我就这样就卖给你了。于是菩萨他拿到这个金碗就赶忙走、啊、赶忙走。后来迪瓦达达回到之后，他又想要去捡便宜，结果发现他给他的同行拿走了啊，那个是个很价值很昂贵的金碗、啊、于是他就很生气，就去追菩萨，结果、菩萨已经坐船走了。那个时候他就发誓，哇，你跟我抢生意、啊、我生生世世跟你过不去、啊、所以因为这么样、啊、所以以后呢，就是只要由于 Devadatta 发誓说他要生生世世跟他过不去，所以以后一碰头、啊、菩萨就被他欺负、啊、一碰头菩萨就被他整、啊啊、所以乃至到最后我们佛陀的最后一世、啊、Devadatta 还是要去整他。但毕竟迪瓦达达过去他修的那些巴拉蜜还不会白费，在他就在我们佛陀在世的时候、啊、也就是说迪瓦达达前一世他今生是什么、啊啊、他今生是地狱的众生、啊、所以他的前一世是佛陀在世的时候、啊、但你看他今生多么长命啊，他的前一世他已经出家了30多年。我们可以算算佛陀佛陀成佛37年的时候，他跟佛陀过不去嘛。那他是在佛陀成佛之后的一年就出家，所以当时他已经36个瓦萨了。他已经出家36年了，他在36年当中他都很精进的修行、啊、北传的经典甚至说他修头陀支啊，说他、能够背三藏啊等等，而且呢他拥有八定，因为他有神通嘛、啊、所以可想而知他在佛陀那一生，就是他前世他也积累了很强的巴拉蜜，只是他还没有证果、啊、后来他的缘一成熟了、又继续跟我们的佛陀作对，但是他的修行不会白费，只是由于他现在所造的恶业使他堕落地狱，但是在很漫长很漫长的未来他会成为独觉佛。卫生院王子杀害了父亲而受到了果报，在家弟子如以双亲斗嘴相骂，那果报也一样吗？
杀害亲生的父亲的母亲，他必定会堕地狱，或者说他一定会堕落恶趣。但是跟自己的双亲，如果是辱骂去骂他，他果报也是很重的。为什么？因为双亲是有对自己有大恩德，你是对自己越大恩德的人，你越是恶言相向啊，或者用一些行为去做逆子啊，做不孝之子啊等等，那么他的果报也是很重的啊。对别人来说也许不是，只是对于你，为什么？因为对方他有大恩德啊，越是有大恩德，你越用不善心去对待他，那他的果报会越重。尊者您好，进入第四禅的禅修只是不会听见声音的，如果还能听见，应该如何达到完全听不见声音的程度呢？第四禅的禅修只不能听到声音，是由于那个时候他的心完全处于安止塑形当中。能够听到声音是属于欲界心，而且是耳门的心路。耳门的心路执行听的作用啊，意门的心它不会听啊，它只能够，如果是在入禅的时候，他的心只是投入到，例如入出息的思想啊，或者百遍的思想当中。如果还能听见，那是证明他的定力不强啊，也就是说，在安止塑形当中，有时还会掉入有分，然后呢，再升起五门转向，然后再取声音目标，声音所言，于是他就感觉还是听得到。如果想要在禅坐的时候完全听不到声音，在第四禅完全听不到声音，他必须得不断的去练习，不断的去练习，练习到他的定力很强为止。例如在律藏巴拉吉嘎的第四条里面，甚至讲到玛哈莫嘎拉那尊者。他的定力很强的，因为他的神通在佛陀教法上的神通第一嘛。他有一次他在禅坐，他也是听到，哎，他说我听到那大象在河里面，洗澡冲凉的声音。那个时候他进入的是不动定，不动定至少第四禅或以上的定才能够称为不动定。那摩嘎拉那都能够听到，然后那些其他的比丘就不相信，说。他说大妄语他说不真实的上人法，他进入不动定还能够听到声音。那佛陀说，确实摩诃那尊者他能够进入不动定，只是他的定不纯也就是说，他的定力不深，所以有时候还会落入有分，然后产生升起耳门心路，然后听到声音。尊者，在佛教道场，有时会出现下列两个现象：居士会把快要到期的食物或损坏的物品带到佛教道场做布施；也处理的人由于害怕自己折服，而不敢对过期的食物或损坏的东西丢弃，致使道场囤积了很多废物。请问尊者，我们该如何看待？对于第一个呢，如果把到期的或者损坏的食物带去做布施，这也是一种布施。不过这种布施是很低劣的布施。例如讲到布施的时候，有两种布施，一种呢是，好像吃东西一样啊，你没有吃你就先去布施，跟你吃剩的拿去布施，它的性质不一样。你自己还要的东西拿去布施，跟你不要的东西拿去布施，它的性质是不一样的。例如说，损坏的物品或者到期的食物你丢掉也觉得可惜那怎么样拿去布施吧？那这种布施算不算布施？算，但是它不是殊胜的布施，是低劣的布施特别是如果对于到期的食物或者药品你拿去布施，反而如果是会对对方产生副作用，那是也是不好那对于处理的人来说呢，例如一些过期的食物，或者说特别是过期的药品该处理的还是要处理。没有用的还不，因为它一旦过期了之后，会
对使用的人的产生副作用啊，甚至会带来一些疾病或者生病拉肚子等等。因此呢，如果处理的人他觉得自己没办法处理，而且这些他又已经是供养僧团，那么他就可以请僧团去决定说这些没用的东西就请僧团允许把它处理掉，把它倒掉啊。我们说想心所的作用是对初次体验留下标记，第二，再次体验时可以把以前所体验的经验标记出来，这些标记是否是在前一心灭去时就传给了后一心呢？我们又如何以阿比达摩的角度来解释人为什么会有记忆，为什么会记忆他的潜意识？对，想心所的作用，它是第一是做标记啊，第二呢，就我们说想起来。想起来，或者说一样东西，只要体验过的，或者说类似的东西，那么响应它就能够，把它体验过的东西跟现在的体验，然后再套，之后呢，就知道这个是什么。例如看到一个杯子，这四个杯子都不一样，是不是？但是它们有共同的特征，就是它们都是容器。它都占有一定的体积啊，比如现在如果突然来放了一个圆圆的东西，人家就不会认为它是杯子，是认为是罐子。为什么呢？因为一对比它是不同啊，这些都是属于杯子。不，比如现在突然放一个竹筒啊，大家都不会认为，就会认为那个是竹筒啊，或者这个是盘子。为什么会有这些呢？其实想在那边想，它就。好像过去体验的东西有一个膜在那边一样啊，然后呢，一样这个它想它就起作用，对这个东西做标记啊，相像的啊，这个是什么？如果不同的，那又是什么？就想有这样的作用。想它在一堆的民法当中，它执行的是这些，但是呢，我们可以这样说。任何我们认知的东西，它不是一刹那就完成的，它也许要经过几十亿个刹那过去，我们才能够知道啊。例如这个是个杯子，但是在认知这个是杯子，特别是给它概念的时候呢，想它是起很主要的作用的。任何东西都是我们看到，例如看到黄色的、白色的、红色的。而这些颜色也是想它在起主要的作用，就给它定义这是什么色，这是什么色，这是什么色。但是，只是一个心识刹那它不够，它必须得要很多个心识刹那，然后不断的去强化它，强化它，强化它，最后得出这个是什么。为什么有些人会记忆起他的潜意识呢？那？记起前世有很多种方法可以记起前世，一般的人是记不起前世的，但是在有一些情况下，有些人可以啊。一个人特别是在10岁以前啊，有时候他会有一些过去零碎的一些记忆，还有另外呢是在睡梦中啊，在睡梦中有时候有一些。支离破碎的过去的记忆啊，特别是过去印象很深的啊。例如说，有些人他会经常会做类似的梦啊，这些梦他一清醒，他今生根本没有体验过的。但是呢，在梦境当中老是会重复，或者说会类似，因为什么？因为那些是过去体验太深的。还有另外一种呢，是有些人天生啊，他会记起一些零碎的记忆，好像。在印度或者在缅甸或者在西藏那有些人他就能够，说他前世做什么做什么啊。还有另外呢是，通过催眠，催眠有时候也是可以记起过去的某些片段。
还有另外一种方法呢，是通过修缘起。修缘起，前面这些呢，我们可以说就包括催眠呢，包括有些人际潜质，那么它有些是真的啊，有些我们也说不一定是真的。但修缘起呢，是在观智的关照之下去，它就更可靠。最可靠的、最准的就是用宿住随念智，就用神通去看过去式啊。所以这些方法都可以看到自己的过去式。能够看到过去式，我们可以说，前面那几种包括睡梦啊，包括催眠啊，催眠其实跟睡梦它有点相像啊，它都是在一个恍惚状态之下啊，然后回忆勾起过去的一些记忆，这些想是占主要的作用。但是用缘起和用宿住水念智，这个时候慧根是最强的啊，就慧根就用智慧去看啊，所以智慧去看它的准确度就强很多。或者说为什么能够记起呢？其实并不是所谓的记忆，它并不是说心回到过去，而是说过去曾经体验过的那些现在的心取过去的体验为目标。一个有能力记起过去式的人，就好像现在你回忆起你一年前、两年前、三年前、十年前所做过的事情一样。为什么人能够回忆呢？其实并不是说你坐在那里一想到你就好像你回去过去的，并不是这样。如果是这样，我老老了啊，我现在80岁，我想起我18岁，我就能够变成18岁，那每个人都是这样啊，并不是这样啊，只是说心它取那个时候的目标啊，然后现在的心取这个目标啊，并不是说心回到过去，而是过去的所缘被现在所取，然后现在的心以过去的目标为所缘，只是这样而已。在阿毗达摩概要梳理直举的禅那为善业方面的重业，除此之外还有哪一些善的重业呢？善的重业只是禅那的善业，因为叫伽罗伽玛啊，只是禅那。那你说观智是不是呢？观智是不是？我们从严格的角度上看，观智并不是重的善业啊。为什么呢？难道观智不好吗？为什么观智不算是重的善业？我们要知道这四种业的分法，它是重业啊，然后净持业或者惯习业、净持业跟所作业。这些业它是指在临终的时候优先成熟而导致投生的。在一般情况下，观智并不会导致投生，导致投生的业通常是带有无明爱取的。由于有在无明爱取的资助之下，这种业能够带来下一生的投生。但是观智一般都没有被无明爱取所污染，观智的目标只是为了证悟涅槃，而不是为了下一辈子要投生到哪里。所以在这个角度上来看，一般观智不算是众善业，观智属于巴拉米，他只是为了最后解脱。当然呢，也有一些很特殊的情况例如说在《苏丹努罗马苏丹》里面就讲到有一位比丘，他在修吉巴萨那的时候去世的然后就投生到天界当他投生到天界的时候呢，他还是在禅修，然后那些天女就知道这个天子他已经不再是比丘了，看到这个天子之后，他就弄些声音来，然后拿个镜子给他看，然后他看自己已经变成天子了所以这个后来他就不喜欢天子的声音，他只喜欢早日解脱，之后呢又去佛陀那边所以在这个例子里面就讲到的是一个人如果在修观的时候他也有可能会投生到
到天界，但是一般上啊，一个人在修 Vipassana 的时候，由于他的观智并没有被无明爱取所污染啊，没有被烦恼所污染，所以呢，我们不能够把观智也算进是能够导致投生的几种善业那里面去。本地香港有一位印度籍的妇女，出了一本书，讲述了她生命垂危的经历。她说，她在生命垂危时，她的灵魂离开了她的身体，飘上了医院急诊室的天花板，看见了医护人们在抢救她。之后，她又到了天堂，看见了美丽的天堂。后来，她又回到了医院，也活过来了。如何以阿毗达摩来解释他的经历？是有分心吗？天堂是去向吗？如果是去向，他没有死，为什么会有去向呢？这一种，如果他所说的都是真的话，那么这一些他所看到的也是属于，是属于去向啊。其实每一个人在濒临死亡，就是在临死的时候，他都会出现一定的相，即使一个人他还没有死，但是只要他的身心是处于临死的状态，他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好像说，如果一个人溺水就掉落水中。然后已经快被淹死了，后来又被抢救过来那他在淹死，在即将被淹死的过程中，他可能也是会有，他看到的景象，或者说一个人病得很重就病得大家都看到他快要死的，后来又被抢救过来，那就在大家都认为他死，而且他自己也是在那个时候真的认为自己的生命没希望了那后来他被抢救过来之后呢，他描述，他还是会描述出他看到的一些东西。所以呢，就一般上来说，一个人在临死的时候他都会出现这些如果一个人真的要死，他肯定会出现这些东西包括他看到业、看到业相或看到去向哪怕一个人他后来就没有死但是他体验过类似死亡的这一种体验，那他仍然会有看到，他所谓的去天堂或者地狱或者看到过去的亲人等等这些是必定的，所以他所讲的这些东西，如果是真的话呢，他也可以是去向啊。尊者。您好像曾经说过，有一位尊者没事，或者可以这样说，不是做天人，就是做人间的富人。要怎样修才可以做没事做天人或人间的有钱人，一直到证得出果为止？怎样才可以修到转轮圣王？谢谢尊者，顶礼尊者我讲过，有一尊者，他是在过去生，在噶萨巴佛陀的时代，就是上一位佛陀的时代。当时有一位，有好几位尊者，他是在那位佛陀的时代出家，有很精进的修行，有一位尊者已经证得了阿拉汉果，有一位尊者证得了三果，三果阿拉汉果就不会投生了，三果甚至投生到。进居天，而那几位还是凡夫的，由于他很强的善业，所以他一直都在人天当中轮回，然后一直轮回到我们现在的佛陀的时代。然后还有另外一些例子呢，是指好像巴姑喇尊者一样他就是在过去佛陀就在十万大劫之前。他那个时候造了很强的善业，然后被那位佛陀授记，说他将要在未来，我们戈达玛佛陀的时代成为佛陀的大弟子。那由于他在那个时候
所造的很强的善业，所以在之后的轮回当中，他一直都是在人和天当中轮回啊，包括那个持五戒尊者也是这样啊，这些是指他被过去的佛陀受记了啊，然后现在他成为我们佛陀时代的大弟子。所以如果是在佛陀在世的时候，你曾经造了很强的善业，那你可以在以后一段很漫长的时间有可能经常投身到人和天啊。但是如果你说保证你以后永远不会堕落到恶趣，那个是很难啊。当然呢，如果一位禅修者他证得了出果之后呢，他就不用担心会堕落恶趣的，那肯定会，如果是投身为天人啊，他会有很大的威力。如果他投身为人啊，他连投身为穷人的家庭都不会啊，因为出果圣旨的威力是这样。怎样才能够修到转轮王呢？哇，这个也是有很大的福德，很大的福报啊。想要证得四圣谛，必须得要有很强的智慧。想要投身为天人啊，投身为有钱人啊，甚至投身为人间第一的转轮王，他必须得很强的福德啊，包括布施啊、恭敬啊、服务啊、孝顺啊、奉献啊等等，这些东西都是必要的。顶礼尊者，您好，请问尊者，必须造作何种善行才能与佛同生在同一时代？巴拉蜜发愿两者兼具吗？现阶段发愿投生喜足天，与未来佛在一起之后一起投生人间，向佛习法的向佛学法的善行可行吗？为什么在佛陀时代会有很多善良的人们，甚至成就四无碍解道、四道四果甚多，离佛越远的时代，人们的成就或素质就相差很多，这是为什么呢？要造何种善行才能与佛同生在一个时代？很重要的是，任何东西它都需要有缘。我们现在聚圣日遥啊，就是离佛陀般涅槃已经很遥远了啊。那但是我们又能够生活在佛陀的教法当中，那证明我们跟佛陀有缘。这种缘是什么缘？是很疏的缘啊，不是很近很亲的缘。想要跟佛陀同生在一个时代，那证明说我们希望，真的是希望能够成为佛陀的弟子啊。如果你跟佛陀同生为一个时代有些没有用的啊，比如说你跟佛陀同生在一个时代，甚至你天天跟佛陀在一起，但只是那一世你是个苍蝇，那也没有用啊，是不是啊？或者说跟佛陀出生在同一时代，那个时候你是个拥有邪见的人，那也没有用啊，你就老是跟佛陀作对啊，那这个都没有用。我们说能够跟佛陀同生在一个时代，还要听闻佛法，还要至少能够成为佛陀的弟子，这个才有用。一般上来说，能够跟佛陀同出生的人，他都是佛陀还是菩萨的时候，他曾经去一起帮助过菩萨成就他的善行啊。如果菩萨他是因为菩萨他往往他有很大的威德嘛，那你是他的随从，你是他的弟子那么这样的话，你也生生世世的跟着菩萨，当到菩萨成佛的时候，你可以成为他的弟子。就像在本生里面就讲到我们会发现本生里面好像经常到身边就是那几个人来来去去那几个人因为这么样，所以当佛陀一成佛了，那几个人就成为他常随的弟子，然后像萨利尊者、摩诃那那尊者、阿难啊、
啊，等等，这些他都是这么样，啊，生生世世都已经在一起，那自然而然，当他成佛的时候，他就成为他是很亲近的弟子，亲传的弟子。发愿其实也是重要的。如果你发愿你要跟着某一位佛陀，然后跟着他出家，跟着他修行，成为他的弟子，这个也是很好。然后呢，巴拉蜜也是需要。没有巴拉蜜，光有愿，什么事情都不行，那只是空愿啊。就好像说，你天天喊你要做总统，但是你自己都是一个穷当当的人，你想做总统，那只是叫什么啊？那喊空喊口号没有用，还要实际行动。巴拉蜜就靠积累，就是你朝着那个目标，发愿就是定一个目标，巴拉蜜就是朝着那个目标前进。所以发愿也很重要，巴拉蜜也很重要。现阶段想要发愿投生到喜诸天啊，独西达天啊，未来与未来的弥勒佛在一起，这个当然是可行的如果现在想要见到佛陀想要见到未来的佛，而且最近的未来佛，我们现在如果想要见我们的 Godama 佛，怎么都见不到除非见到的是他的画像啊，他的石像雕像啊，而且这些石像雕像，他也不一定真的是我们佛陀长的样子。我们如果现在想要见到佛陀所有的佛陀几乎都是一样的，长得一样的千佛一面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是32相，80种随好嘛他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现在想要见到未来的佛，我们只能够发愿，发愿未来能够生在佛世，因为。任何的佛陀出世，他必定，去度跟他有缘的人。那这种缘是什么缘呢？这种缘就是他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帮过他的人，亲近他的人，跟随他的人，甚至有些时候跟他作对的人都有或者说教导过菩萨的人，这些人，因为菩萨的出家，他也跟着出家因为菩萨的修行，他跟着修行；因为菩萨布施，他跟着布施。所以，在菩萨完成积累他的巴拉蜜的时候，很多他的随从、他的学生、他的弟子、他的亲属他的老师等等，就资助着菩萨。所以这些人，他在菩萨积累巴拉蜜的时候，他们也积累巴拉蜜菩萨修行的时候，他也积累，他也修行。甚至遇到佛陀，就过去的佛陀出世的时候，菩萨在出家修行他们这些以后我们佛陀的弟子也在修行。所以由于这些是在他过去生所积累的巴拉蜜积累的菩提资粮，因此当我们的佛陀出世的时候，那佛陀一说法他们就能够证得圣道圣果任何的东西都不是白来的我们哪怕从经典里面看到，好像这些果，它真的像你坐在苹果树下一下子砸下来那种，但是，这些果是他过去生摘的。小布有一部叫《阿巴达那苏当》这《阿巴达那》就是叫传记，它都是记载的是，佛陀在世那些大弟子、那些弟子们过去生他们怎么修行。他们在过去佛的时代怎么积累巴拉蜜，怎么修行，然后呢，在今生很快证果的故事。那这么样看来，该证果的很多已经证果了，那不该证果的还浮沉到现在那成为我们现在这些人了，是不是所以明白吗？为什么说，佛陀在世的时候就很多人能够证得圣道圣果，现在？素质就很差就是这么的原因但是呢，我们也并不用气馁不用气馁因为我们至少与佛还有缘。那所以现在我们只能够说赶快补回来修点福德，修点智慧，多点禅修。我们现在从某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们现在要修行，比佛陀在世的时候更苦。为什么呢？因为佛陀在世的时候，
他们那些人很精进的修，他们可以证果，我们现在很精进的修还不一定能够证果、啊、但我们只能够现在通过精进的禅修、啊、我们叫什么积累多点本钱、啊、以后如果遇到未来的佛陀、啊、我们也可以让比如像未来佛陀的弟子在背诵经典的时候，我们成为他们羡慕的人啊，是不是、啊、我们倒是遇到了弥陀佛，遇到了未来佛，我们一听闻佛法，我们很快证果，那多么好啊，是不是？那但是当然呢，想要很快的证果，我们现在如果懒洋洋还是经常去追逐生死，追逐生活，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任何东西都是要有因也有缘，要证得圣道圣果也是要有因也有缘，遇到佛陀也是要有因要有缘。我们要培养的是正因，培养的是亲缘、啊、就是说要我们如果现在不断的禅修，依着佛陀的教法去修行，我们其实就是不断的往佛陀这条道路靠近，离目标就越来越近。如果我们经常都是在贪嗔痴，在追求钱啊，追求名啊，追求利，我们就离佛陀越来越远，我们的烦恼就越来越重。请问尊者，有句佛陀的偈，选择做布施，施者得升天，选择而布施，善智所赞叹。佛陀的赞叹是否说我们内心的清净和如理作业的布施，而不是功德大小选择而做布施？正确吗？这一首偈颂它是来自于 Bedawattu、就来自于鬼故事，一个叫做 Indaka Bedawattu、在这一首偈颂里面，佛陀他指的是所施止、所施止的意思，我们可以说布施果报的大与小有三种因素，一种是布施止，一种是所施物，一种是所施止。布施止，如果布施止有戒行，布施止以善心即布施、这第一个，这个可以带来大的果报。第二呢是、所施的物品它是如法所得的、是正当所得的。然后第三种呢是所布施的人他有大的功德，例如他有殊胜的戒定慧解脱之见。那在这首偈颂里面讲到选择而布施，善智所赞叹，他是指所施者，就是布施供养的对象，如果你选择有大功德的、有大威德的去布施，你能够得到大果报。这首偈颂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尊者希望可以遇到未来佛，是否要在做善业时当下发愿？对、如果经常发愿，愿你能够遇到未来佛、那这样的话呢，他就有可能、既要发愿，也有善行、如果想要遇到未来佛、梅迪亚佛，我们要做跟梅迪亚佛相应的善业。梅迪亚佛的时代，那个时候的人不像现代的人那么样、那个时候的人他只有三种病、他们也会饥饿，也会饥渴、他们会衰老、他们还会大小便、那他们没有像我们现在、有什么各种各样的花样的病、一会有艾滋病，一会有癌症，有什么恶性肿瘤、很多这些东西，有 SARS 还有等等，那个时候的没有这样的东西。而且那个时候麦迪亚佛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真的叫做气候又非常好、社会又很繁荣、政治又非常亲民、人心又非常和善、而且人很漂亮很高大、很长寿。那个时候的人寿八万岁、你人500岁才嫁人。现在你想留到100岁都没人要了。在那个时候是这么样。所以梅迪亚佛他出生。所以我们说如果是出生到那个时代、要有一定的福报。但是呢、如果现在经常积累善业，积累有信，就有
对佛法三宝对业果法则有信心，那就具足五项条件可以投生到喜足天啊，都悉达天，然后呢跟以后跟怎么地啊佛陀一起降生成为他弟子。第二拥有信，第二呢要有戒，要持好五戒啊，有机会持八戒，然后多闻啊，听闻佛法啊，然后呢还有布施啊，布施这个是福德的因，你想要投生为天人，你想要再投生到啊，不要说啊，到时麦地亚佛的时候你投生到穷人的家庭啊，那还是要有布施，然后还有智慧啊，特别是对四圣地的智慧啊，你要拥有，最好是要修到 Vipassana 啊。如果是这么样的话呢，你拥有这些啊资粮啊，然后你再发愿成为以后未来佛的弟子，那就你就有把握啊。如果你衡量一下，哎，现在信心又不足啊，然后戒心啊这里又不行，那个又不行啊，然后呢听闻佛法，听闻佛法又在打瞌睡啊，然后呢布施啊又很吝啬啊，然后智慧又谈不上啊，那你想要投生到麦地亚佛的时代啊，成为他的弟子啊，可能还有还两节还差一大截嘞啊。那好，我们纸面的回答就到这里，大家如果还有什么其他回答，你可以用麦来回答。春哲，我有几个问题要请教。就是关于五分心方面哦，五分心通常是在就是说离心入，是属于离心入心。那么在睡梦中没有梦的时候，就是有分心升起的时候。那么有分心它是取过去世临终所缘的所缘为目标。那么有一部分的人，他们是在睡梦中去世。那么在睡梦中去世的时候，像这类的人去世，他今生去世的时候，他临死的那个塑形将会取，是根据他当时，因为在睡梦中去世好像很平静这样嘛，他的业应该是属于哪一方面？有可能取回前世的有分心的所缘吗？不可能不可能。我们看到一个人睡得很安详，我们怎么知道他有没有做梦？我们不知道是不是。一个人在睡梦当中死去或者说在昏迷状态当中死去，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够排除他在睡梦中后做昏沉状态，这完全没有一门心嘛。哪怕现在呢你就这样你坐着好像你禅坐一样，还似乎坐得很静静啊，其实你是胡思乱想啊，那别人也不知道啊，是不是看样子似乎是坐得挺正经正儿八经坐在那里。那当一个病人在临终的时候，甚至在昏迷状态，他也是会有一些比较微弱的一门心出现。所以在他生命当中最后的一个一门心就是他的临死塑形，临死塑形行动，而这最后一个一门心路所取的目标就是他下一生投生的目标。第一个问题是关于这个名色言六处的这个名言色处，颜色的升起主要是依靠眼镜色作为依处才会升起。那么名以这个依处的关系就是后生缘啊。这样哈，在书上又提到说，这个后生升起的名法反过来支持这个前面升起的依处哦。对对。这样的话哈，是不是就是说？书上是这样写说，好像儿子后生出来的儿子反过来支持这个母亲一样，对，这是完成那个掩饰的功能吗？不是，而是说，我们可以说，在名色言六处的时候，作为色处，它支持，它是名法升起的依处。那对于民法来说，四法它是前生缘，然后后面升起的民法它反而资助前面升起的色法，那这种称为后生缘。后生缘资助呢，有一句
我们只能够说用人的关系来说，叫做母因子贵。母因子贵的意思就是，作为母亲的，如果自己的儿子啊，自己的孩子他有出息的话，做母亲的他也感觉到很荣耀。那母亲是先生的，儿子是后生的。同样的，这个衣橱，如果这个衣橱没有作为民法升起的话，那么这个衣橱是不是它没有起到衣橱的作用？是不是？正是因为它能够作为民法升起的衣橱，所以它的作用就在这里。要不然的话，它只是一般很普通的司法，它不能成为衣橱。正是因为它作为民法升起，就好像说一个母亲，她能够生出这么好的儿子，这么有出息的儿子，做母亲的也可能很荣耀，或者说更什么说，就是如果做母亲的她不会生产啊，跟一个会她会生产的，特别是在农村或者在封建意识比较明显的地方啊，如果一个不会生产的母亲，就不会生产的女人可能会被人看不起。那同样的，作为色法来说呢，因为它能够作为民法的依处，它能够产生民法，所以证明它体现出做色法的作用，因此呢，后生都是知足前生的。那这个不是等于啊相互缘吗？相互缘一般上来说它是同时产生的，它跟具生缘一起的，而这个有前后关系的，一般上来说，他们也可以叫相互知足的关系。还有另一个就是色缘衣橱，色缘衣橱就是说前生的衣橱色哈、啊，是指后生升起的心与心所哈、啊，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前生缘，这样是不是等于在说啊？这以另外一个角度解释名言色处呢？名缘色处，你说什么是以后为什么？就是说这个前生缘哈是啊、用一个另外一个角度在解释这个名缘色处。色缘衣处的跟这个前生衣处色哈、啊，指这个后生升起的心跟心所，他们之间关系是叫做前生缘。那么若是这样的话。什么后心跟心所是前生缘，不是？是这边是我是根据书上写下来的，就是说心跟心所之间是互相缘，不是色是指前生衣处色，衣处是指后生的心与心所、哦，那么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前生缘。色跟心与心所，那对色法来说。它是前生缘。那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是换一个角度再解释名言色处。对，是不是？是、哦、对，因为民法它包括心与心所，就后生的心与心所。好，还有一个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在生活中，我们外境的六根接触六尘的话，哈，我们怎样修这个听就是听，看就是看。听只是听，看只是看。这个是在修Vipassana的阶段。如果在修Vipassana的阶段，一个人他能够做到听知道这个是看他知道这个只是色法而已，听这个只是声音而已，他的心不会因为看而听而继续去做分别，然后去升起执着啊，升起贪啊忧啊。在这个阶段就称为看只是看，听只是听。这句话不能我们应该来说，如果一个人修到 Vipassana 的时候，当他看到外面的所缘，其实真正在 Vipassana 的角度上来看呢，就是颜色所缘撞击到眼睛色，撞击到有分，然后产生了我们转向，然后呢一个眼识，然后领受推度确定，然后塑形，然后塑形心它能够领取，能够抓取颜色的目标，接知呢就知道这个是颜色，然后呢接知呢知道这个是什么概念。但是对于一般人，他在这个过程之后，他就会说这个是漂亮的颜色，这种颜色是愉悦的颜色，然后我喜欢他的时候，我要得到他，我要占有他，然后就升起了贪心。
然后这个是讨厌的颜色，这不好的颜色啊，我要去排斥它，抗拒它啊，要毁坏它。那这个身之后就身体的嗔。那对于修维巴萨那的人呢，他在心路过程，他看到了这些颜色，他知道这个是什么，就停留在这里而已，然后再继续观他的无常苦我啊。最好是不要落入概念的层面，一旦落入概念的层面，它就会有好坏，有美丑。然后有好坏美丑，它就会有贪，会有嗔。但它不落入概念，它只是看到的是究竟法的层面，然后呢再观照它无常苦我。那这个就是看只是看，听只是听的意义。哦，这只能用在修观的时候，日常生活里面是不可以这样做了。那就如果你问阿拉汉圣者的时候，他可以这样做。平时一般人的时候，因为心的习惯性，他还是经常会落于概念当中。落于概念中，一旦落于概念当中，他就会有好坏，有美丑，就会有分别。一旦有分别的之后呢，心他的受就会对，好的他产生悦受，然后或产生乐受，心就会粘着，会喜欢他，因为这个心的习惯。所以呢，就在修比巴萨那的时候呢，尽量让后面的那些心路啊，都变为无常苦无我，而不要让它继续蔓延下去。但是这句话看只是看，听只是听，不能够理解为麻木的那种接受，而是有智慧的。它只是一句之差，麻木就那就变成说，看哎没感觉，听没感觉，不是这样的意思呢。OK， 谢谢。尊者，我现在想请问的是关于五门心路和一门心路的一些问题，两个问题哈。一个问题是五门心路哈，是主要是获取信息，没有进行加工的。那么在五门心路，但是在五门心路里面还有一个确定心，然后这个确定心有十二个名法，其中一个作意。然后这个作意心如果是不如理作意的话，接着升起的塑形就会不善。如果是如理作意升起的，就会是善的，它的塑形。那么这样的话，因为它是一个果报，这个五门心路主要是果报心嘛，这样我们怎样去理解这个五门心路里面塑形心所扮演的角色？因为塑形是造业的心是吗？对，五门心路我们不一定说它完全是果报。在五门心路里面，它有三类心，五门转向跟最后的确定心，它属于围坐。然后眼识领受推度和后面的比索缘才是果报，而塑形心它是要么是善，要么是不善。一般上来说，五门心路里的塑形它一般不会造业。但是呢，我们可以这样，在看一样东西的时候，它并不是说只是一个五门心路或者一个眼门心路之后呢就不会产生，它在前面都有无数个眼门心路，后面也有无数个眼门心路，而且在眼门心路和眼门心路中间还夹杂着无数的意门心路。由于这么样，所以我们看到的外界的东西，它是连贯的，它是一个整体的，它是组合的。就好像说看以前的老影片一秒钟就闪了24下，然后我们看那影片就好像是人啊都是连贯的，动作都是连贯的。但如果只是闪一下几乎没什么感觉，是不是？同样的，在我们认知外境的时候，外界的信息冲击我们的眼门它就类似影片一样，它必须得有持续性。前面在一个眼门心路之前，它有无数的意门，这些无数的意门里，如果它的作意是如理作意的话，那么它的塑形是善，那自然而然就影响到这个眼门里的作意也是善的。如果前面的意门心它的作意是不如理作意，那么它的塑形也是不善心。
那自然而然就会影响到这个后生的眼门心路，你的作业也是不如你作业，他的修行也是不善修行，所以这个称为轻衣者言乌巴尼萨亚巴加耶那巴加油嘛，就这样。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心路之后，也不是说每一次一定会跟着随之而起那个随之而起的一门心路，就是说我们之后除非它的是一个大所缘，它才会有心路，一门心路的升起，是吗？不是，还是说一定会有每一个我们之后就跟着会有一个随起的一门吗？对，只能够说唯有有大所缘它才会有彼所缘产生，但是呢有五门心路之后，后面都会有随起的一门，它才能够加工加工所取到的那些颜色啊、声音啊、香啊、味道的这样的素材，会跟着是一个心路，然后在五门在心路这样的交替，或者是它可以连着三体。一个五门心路，比如一个眼门心路，后面可能跟着几十几百几千几万个一门心路，然后再升起一个眼门心路。对，我想请问你气圣才跟刚才你所说的性解文智慧它的层次有什么不一样吗？哪一个？就是气圣才，因为他加了那个禅跟慧。气圣才是加了个禅和慧性解文舍慧是佛陀对在家人教导在家人要具足这五法，例如有一次玛哈那玛他问佛陀说具足什么样的具足哪几法称为净士呢，就是做一个居士要拥有哪几种素质，佛陀就说要拥有信戒闻持慧，信是要有信仰，做一个佛弟子首先要有信仰，没有信仰就谈不上是佛弟子，第二要有善德，要有戒行，第三要多闻，要好学，不要什么都不懂，糊里糊涂，做个迷信的佛教徒那也不好，闻还有舍，那就是要布施，要奉献，慷慨，要有智慧，所以这五种素质是佛弟子要拥有的素质。那这些素质呢，对于佛弟子来说，不同的佛弟子他的素质也不同，但是一旦要把这些素质变为一个人的财富，而且这种财富只会增加不会增减，那是圣旨，同时呢还再加到一个禅和慧，禅就是他自己害怕作恶，尊重自己，所以他不去作恶，慧呢就是他怕别人，作恶被别人看到或什么，所以他不作恶，所以禅和慧一个是避免作恶，害怕作恶避开作恶，所以你就惭了愧，就有这也是一位圣子他拥有的这两样素质，所以加上这两样素质再加个前面的五样素质，他就变成七圣才，所以七圣才是指圣子拥有的，他已经拥有的，就好像说前面那五样是一个还没有成功的人，他向着要赚这些目标，比如一个人，我现在我要有房子，我还有一辆车，我 还要有什么，就一共要他的目标奋斗目标是五样东西，那是他就为这五样东西去奋斗，而另外一个呢是他已经有钱人，他不仅有这五样东西还有另外两样东西，这是要他拥有的财富，所以圣子的所谓的七圣财就是他这些素质他拥有的，而
作为佛弟子来说，那五样素质是应该要拥有，虽然有些还可能还比较欠缺，但是他应该去奋斗的。他们之间的区别是这样。Hello， 我有两个沙门果的问题。沙门果，我们凡人都会一句二语造成学观自在。佛陀是一个一句二语啊。佛陀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为什么提摩大多问了他三次，他会讲一句这么重的话，让提婆达婆下不了台？他知道他是一个很傲慢的人，他会讲一句这么重的话，让是因为他们过去的业吗？不，因为佛陀那个时候他清楚迪瓦达达他的心念是怎么样。如果佛陀他不用那么重的语言，他会一直不断的在僧团当中造成困扰，所以佛陀就索性就直接一句话就断了他那种领导的欲望。但是由于迪瓦达达的不如理，所以他往另外一个方向想。但是其实就是佛陀的意思就是，你不要再想领导僧团了，你这个人其实是没有资格领导僧团。但是他的心就一定我志在必得，所以如果佛陀不是这样断的话，他一定他还是会给僧团造成很多的困扰。还有第二个问题是，理发师他是借了命令杀死国王，这样他会有业吗？会种业吗？要看，如果他知道假如不执行这个命令他将会死，但是如果他执行这个命令，他将会杀死很好的国王。在这种情况下呢，他的心并不想要杀死国王，但他只是执行命令。那这个时候呢，他所造的业没那么重。谢谢尊者。想请问尊者就叫我们说，当我们不善心起的时候，就我们要如理作意去看待这个问题，是吧？我是在想说，班弟就是如果我们不善心升起的，如果我们用那个无常苦无我的这个来观他的，是不是有同样的效果呢？对，如果修到Vipassana的时候用无常苦无我的观，它是一个很强的政府烦恼的力量。如果在当下的话，如果是当我们我在修呼吸观，我们就在观这个呼吸嘛，是吗？班弟，然后我就在想说，当我们呼吸我还是盖不了这个问题，然后就是这样要转向又转不了这个问题，然后如果我用这无常的去观它，是不是有同样的效果？对，这也是一种如理作意。谢谢班弟。班弟，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修这个慈爱观嘛，就是说班弟，就是说我们用四个对象，就是自己，还有就是尊敬的人，还有一个就是中间人，还有一个就是仇人啊。当我们就是要修到这个我们的慈爱就都是平等的，我们才上发那个慈心。那当我们如果是在我在每次在想，如果当这四个人我都在观的时候，如果我怎么知道说我已经有这种这个柔软的心，就是我的这个慈心是平等的，
如果我没有这个，就是当我生不了这个心的话，那我还可以散发这种慈爱吗？还是可以的。如果一位禅修者在拥有禅那的时候，那他就可以很好的去做这样的破除戒心的。因为在散播慈爱，用慈心入禅的，入慈心禅的时候，他就将会发现到，对敬爱的人可以很快的入禅，对于忠信的人也可以很快的入禅。但是如果对于那种自己不喜欢的人，他有时入禅就会有点问题了。如果还是有问题，那证明说他还没有equal，还没有平等。甚至有些人他一想到自己不喜欢的人，他连禅都入不了的，都有可能。因为这个是嗔盖嘛，是。有些人他就是，对某些人他特别在乎，他特别计较，讨厌他，然后一想起他，他的禅他就入不了了。你要转到别人他就可以。有这么样的人，如果是存在这样的问题，他在破除戒心的时候他就不能够做到。所以如果一个人平时在散播慈爱的时候，可能那个他心不强，也许不明显，但如果真的有禅那的话，他可以用能不能够入禅，入禅的速度快不快，跟入禅的感觉，他都可以测出是不是真的对各种各类人都平等了。谢班弟。班弟想问那个刚才 Joyce 讲的那个五门心路过程跟一门心路过程后面那两个毗索缘，毗索缘它是由十一种果报心扮演的，是三种推度心跟八种果报心。这样，因为毗索缘它是缘取塑形心为过去目标的，对不对？这样的话，这个毗索缘的这个三个推度心跟这个八个果报心是怎样升起的呢？毗索缘它可以有十一种情况，在这十一种情况当中，它可以是八种果报心，也可以是三种推度心。三种推度心就包括两个是善的善果报，一个是不善果报。一般上来说，如果遇到的是不可爱所缘，那很有可能是不善果报的推度心，有可能。那如果遇到的是极可爱的所缘，那它有可能就是那八种大果报心，或者说善果报心。那是缘取那个塑形心还是？不是，跟比所缘它跟所看到的所缘有关系。因为毕竟它是果报心嘛，所以如果是不善果报，比如看到一个很讨厌的人，很丑陋很多的东西，这个时候它的比所也很可能是不善的推度心。它需要经过那个七个塑形心吗？对，它只有在七个塑形心之后产生的比所缘。比所缘它其实并不是一类心，它只是说它的作用，比所缘是一种作用。就好像塑形一样，塑形心其实并不是有一种什么性质的心称为塑形，而是说某一类心它执行塑形的作用。心有十四种作用，塑形和比所缘都是一种作用。例如十二种不善心都可以作为塑形，八种善心可以作为塑形，十五种色界心可以作为塑形，五种色界的善心跟果报心围坐心可以作为塑形，围坐心，对，还有八种色界八种无色界的善心和围坐心也可以作为塑形，然后呢那个八种出世间心也可以作为塑形。所以所有这些心它执行塑形的作用，所以称为塑形心。那比所缘呢，它是由这十一种心执行的，所以呢它只是执行比所缘的作用。那这些比所缘执行这些作用，它到底是什么情况，跟
他所体验的果报有关，就是跟那个跟门先升起的那个所体验的目标，体验的目标有关。例如当一个人听到很难听的声音，这个时候产生的耳识，它是不善，它是不善果报，是不是？那由于它是不善果报，所以 后面如果有鼻所缘的话，这鼻所缘也很可能是不善的推脱心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你讲一位同学提出的事实里面那个事实，事实是支持民法的，那如果是一个神经失常的人，他的事实是就是有出现问题是吗？也是有，只是紊乱而已，但是他的事照样运作，照样运作、嗯、对。这样还有就是处离心跟那个处世间心、嗯、处世间心是需要通过修禅那、啊、通过修来得到这个世间心，那我们要让这个初见心比较容易升起的话，我们是不是也在日常生活中有也要学习这个处理性呢？初世间心只有圣旨才能够产生的。包括初到初果圣旨都有可能产生初世间心。初世间心就是他取涅槃为目标的时候所产生的，称为初世间心。嗯，而出离心呢，在经典里面讲到有五种出离。第一种出家可以称为出离，第二种呢出禅可以称为出离，第三种 Vipassana 可以称为出离，第四种一切的善心都可以称为出离。还有涅槃就取涅槃为目标，它也是一种，它也是一种出离。所以我们讲到的出离心多数就是心如果你想为了证得禅那而去努力禅修，这也是可以说一种出离。为什么？因为你的心想要出离欲界。如果你想要为证悟涅槃而去培养出离心，这也是一种出离，因为你的心想出离这个世间所以这些都是属于出离心。出离心它可以是欲界心产生的其实它主要是以欲为目标，就不以欲来推动，就你的心向着你为了证得禅那，为了证得圣道圣果，你的心向着那个而出离这种更低劣的更下劣的状态这个可以成为出离心。另外一个就是在修 Vipassana 的时候用十一种方法来观照色，那么其中一个是虐色跟胜色。他说虐色是不善果报法，不善果报心升起的色，跟善果报升起的色，这是指哪种色？虐色呢，可以这样说，如果是由不善业产生的色，可以是虐色；由善果报善业产生的色，是属于胜色例如说。当一个人的善业成熟的时候，他所产生的业生色，这是属于胜色。是说是指这个业生色的色？对，例如说动物动物是由于不善果报所产生的，所以动物的色法是比较低劣的。人他是由善业产生的，所以人的业生色是比较殊胜的又比如说一个人善业他所带来的业生色使他变得很漂亮，一个人由于不善业，虽然他投生为人，但是他长得很丑陋所以这样的话他也是劣色。然后同样的善心他所产生的心生色法，他也是属于胜色，不善心所产生的心生色法是属于劣色。好，谢谢班丁。班丁关于那个鼻所缘我是在书上看到说鼻所缘只有在所缘是究竟法的时候才会出现，那你可以解释吗？什么情况是看到究竟法？因为普通我们都只看到概念法嘛在几种情况下鼻所缘才会产生
有几种情况比所缘是不会产生。当心路取究竟法的时候，才有可能有比所缘。如果取的是概念法的时候，不会有比所缘产生。当心取的是欲界法的时候，才会有比所缘。在起色界的 那些都不会有比所缘。然后当所缘就当目标，它是大所缘或者是极大所缘和清晰所缘，一门说清晰所缘的时候，它会有比所缘，而其他的不会有比所缘产生。在修 Vipassana 修过强力的观智的时候，也不会有比所缘，很弱的观智才会有比所缘。还有另外呢是比所缘它只会产生在欲界心路，色界心路、无色界心路跟出世间心路都不会有比所缘。还有另外呢是，即使是色界梵天人和无色界梵天人，他产生他所那里所出现的欲界心路也不会有比所缘。所以比所缘它只是在欲界取极大或清晰所缘，而且目标是究竟法的时候才会出现比所缘。那这样的话呢，对于一般的人来说，他的心路也有可能会产生比所缘。例如我们看到这是蓝色的，我们看这个杯子的时候，我们能够产生这个杯子，这些蓝色其实这些都是概念。但是当这一个目标它刚刚撞击到眼门的时候，那么眼门所取的颜色的信息、光的信息，它是究竟法。然后呢紧接着眼门心路灭去之后产生的随起一门心路，它仍然是接纳这些颜色和光的信息，这个时候还是属于究竟法。它然后呢进行组合，这个时候还是，然后进行把握它的整体还是，然后赋予概念，那个时候已经是概念法了。所以我们看到一样东西，听到一样东西，我们还没有对它进行加工，那个时候还是属于究竟法的范畴。但是人的习惯它总是要经过加工。那同样我们反过来，如果看一样东西看到立刻它就变成概念，听到立刻变成概念，那几乎就没办法修 Vipassana 了。修 Vipassana 的作用就是在这些东西还没有被心组合整合成概念的时候，就观它无常苦我。所以呢在心路当中我们可以说我们的心路大部分它是没有比所缘的，因为我们都是生活在概念的世界当中。但是在生活在概念当中，所有这些概念其实它并不是一下子就是概念，它必须得经过，我们说所有的概念都是人为的，都是加过工。对，都是加工的。所以我就好像我们吃不到原汁原味的从田里面刚割过来的菜一样，我们都是经过包装然后呢一袋一袋买过来，然后经过不知道多少个批发商那中间商什么，然后在 supermarket 或者在哪里再买过来的东西，或者我们到餐馆里面，餐馆里面那些东西其实它从田里面已经不知道几十道工序我们才吃进口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就是这么样没有人几乎很难吃到原汁原味的东西我们的心在领取这些东西都是几乎都是经过包装的那么如果一个人在进行在做观禅，如果他是在做在一个很弱的观禅的时候，就是说他的心路就很多比所缘嘛，因为他们都取究竟法为目标，可以这么说吗？对，如果是在刚修 Vipassana 的时候他是会有很多比所缘。对，谢谢班迪。没有问题的吗？有问题请举手没有问题我们就到此为止了已经有两个小时了好，那我们一起也做回向
还有问题是吧？哦 ，OK。OK。师尊，尊者，想要问一下关于宗教的问题。南传、北传还有密宗，因为我们曾经去过台北，那曾经有一位居士就拿一张传单，跟我们讲说密宗的东西不可以相信密宗啊，嗯，不可以念他的咒语啊，这种某种东西，所以想问现在一个问号。我们也不能够这么绝对了。任何一种正统的宗教能够流传到今天，它都会有它存在的意义。或者我们这样说，不同的人他会喜欢不同的宗教。我们不可能说炒一样菜，说要邀请所有的人吃，哪怕就是现在比如现在潮州菜啊，或者粤菜啊，或者说什么菜啊都好，川菜都好啊，有不同的口味。即使是佛教，现在发展了有三大体系，南传的上座部佛教，汉传的大乘佛教和藏传的密乘佛教，他们都适应了不同的人情。不同的人他追求是不同，他的喜欢他的兴趣不同，所以自然也不同。例如说藏传佛教，他有 很漂亮的艺术啊，那些唐卡啊，那些塑像啊，还有音乐啊，那个摇铃啊，敲鼓啊等等，这些这些他也可以吸引很多的人。还有藏传佛教的神秘感比如念咒啊，解手印啊，这些他也是可以吸引很多的人。又比如说汉传佛教，汉传佛教有梵呗啊，有佛乐啊，佛曲啊，有很豪华的寺庙啊，等有素食啊等等，这些他也是可以吸引很多的人。有些人他不一定喜欢高深的理论，他喜欢这些东西特别是藏传佛教。藏传佛教它继承的印度很完整的印度的思想体系，所以藏传佛教它很有优越感它认为说你们小乘的我也有了，大乘的我也有了你们都不究竟，你们都是属于显宗我密乘我还有最特别的东西你们都没有的，他们有这样的优越感。有些人比如说来到南传上座佛教听唱歌又不行听歌又不行又没有什么，只有法又不能唱歌连那个诵经长一点声音都不行但是呢，就我们只能够说，如果你想要追随佛陀你想要寻找最接近佛陀时代的修行啊、教理啊、生活方式那南传佛教它保留得很好如果你想要，因为现在生活化人间佛教等等，大家开 party 啊等等，然后举行素食啊或者去放生啊，这个汉传佛教在这方面做得很好如果你比如说你听到那个很雄伟 的音乐要想收藏唐卡想要听喇嘛辩经等等，这个藏传佛教在很好。甚至说有时候你想发财你去请那个南都西供财神等等，这些东西就在藏传佛教它有一个可以获得现代人心的，就是很吸引现代人的一样东西，就是你可以不用放弃娱乐，不仅不用放弃娱乐，你可以满足你的娱乐，然后还可以跻身成佛是不是你想要发财你可以供财神嘛还有供很多护法嘛然后呢就你还可以通过念咒修家行等等，让你能够跻身成就所以呢藏传佛教它很能够抓到现代人的心，就是说哎呀修行去南传佛教这个也不行那个不行然后但是呢就藏传佛教它在这方面它有它的特点，所以呢就我们说不同的人他有不同的选择
只要他不是做坏事，那么就没必要去阻止他。根据藏传佛教，即使是双修，他也不是随随便便的。在不同的教派，他有不同对双修不同的看法。例如，藏传佛教它有四大教派，或者有五大教派啊，它就是尼玛巴啊，尼玛巴就是叫做红教的啊，嘎如巴就是格举巴，就是叫白教啊，然后呢还有萨迦巴啊，萨迦巴呢就是叫做花教，然后还有呢是格鲁巴啊，格鲁巴是黄教啊，还有卓浪巴，或者说古代有嘎当巴一样啊。这些不同 的教派，在藏传佛教里面，所有的教派它几乎都很讲次第，而且呢它都有讲先显后密，而且呢它把双修放在最高的地方，并不是说啊我们要重欲有什么就可以随随便便的学。在藏传佛教也是由在元朝的时候，由于萨迦巴，就萨迦巴他是当时的第五祖叫巴斯巴的，他得到了元朝皇帝的赏识，在凉州见了元朝的皇帝之后呢，他几乎把西藏政教的权都交给了巴斯巴，就交给了萨迦巴。那萨迦巴他是由叫做空氏的家族所继承的，所以他之前的那几祖都是在家人现在的萨迦法王他都是在家人他就是他传他的儿子他儿子然后又再传儿子的。但是即使萨迦巴他都有个这样的规定，就你生了孩子你就夫妻就不能同房了他都有这样的一个规定。在由于在元朝的时候，就是因为当时很多的喇嘛他在内地乱要以修双修，然后就去抓那些民女看那些漂亮的女人就抓起来双修。后来所以在西藏它也是产生了很混乱的情况，因此就才会有黄教叫格鲁巴，格鲁巴就是叫善规，他要把戒律立起来，而且规定所有的出家人不能够再娶老婆了。所以就松嘎巴大师就在明初永乐皇帝那个时候他创立的这个派，所以这个派他是不能够结婚的，即使他到最后要修密法的时候双修他也只能观想，他不能够真的所以在藏传佛教例如尼玛巴的九层次第他也是到最后的阶段才能够修，嘎珠巴的五层次第也是这样，如果是到了嘎当巴和格鲁巴的三世道就是菩提道次第他你要必须完成了菩提道的三世道次第，你才能够进入密乘道他密乘道他才能够讲这些，而且这些东西他有升级次第跟圆满次第，所以任何密教也好他对这些东西他都是很谨慎的色界是我们要做五戒，双修法不是有跟这个戒律有关系？根据藏传佛教修双修法它只是一个象征，难代表方便，你代表智慧，你如果你要达到空乐相运，它方便跟智慧的圆满结合，它是这样说。它有藏传佛教很多有象征意义的莲花金刚这些它都有它的象征意义的，但是呢就藏传佛教它有藏传佛教的说法，藏传佛教有藏传佛教它的要求但是我们只能够这样说，作为一个禅修者，如果你要修禅那，你要获得禅那，
那你必须得先要证服五盖，五盖的第一盖就是欲贪盖，你必须要证服你才能够获得禅那。然后呢，如果你要成为一个佛弟子，你先你要远离这些。当然呢，我们也可以说藏传佛教它有些教派它可以结婚，好像红教啊尼玛巴它有些法王他可以结婚，但是他也不是乱乱来，他只是跟他老婆而已嘛。但是呢，不管是南传的佛南传佛教也好，汉传的佛教也，其实他对出家人这一块呢，他是不能够有这些双修的。我们也可以说，在唐末跟宋代的时候，双修法也传到汉地，但是它跟汉地的思想是违背的，所以呢，古代很多这些经典从印度那边翻译过来都被封掉的，就是 被封掉，没有 流传出来，因为里面的东西确实它是叫什么很淫秽的东西。圣人起的烦恼心，当我们对一个圣人起的烦恼心，哦，这会影响到我们的修行，是否正确？应该说，如果对一个圣人，去诽谤，诽谤一位圣者，那就会影响到修行。如果只是心，心还不会。心念还不会，只要你说出口或者你用一定的行为，比如写呀等等，那这样的话就会障碍修行。这样如果我们真的不小心心里起了这种好善念，起了这种念，我们应该怎么办？那你就赶快把它去除掉，然后决定以后不再起这种心。哦，就是自己起一个心念讲。对对。没问题的吧，好，我们一起合掌来做回向啊。你要发愿成为要投生到未来佛那里也可以啊。伊当美不娘阿萨瓦卡亚瓦行好多伊当美不娘尼巴那萨巴扎耶诃都，愿我所做的功德成为早日断尽烦恼证悟涅槃的助缘。玛玛布尼亚帕冈萨巴萨达南巴杰密地沙比美沙门本亚帕冈拉潘都，愿我所做的功德与一切众生分享，愿一切众生平等获得此功德。沙度沙度沙度。